大家好，我这边我又来了。今天花了100买了两个牛腱子哈。这个天气热了，我们做个凉菜，酱卤牛腱子，开干。加入清水浸泡2小时，泡出血水，再准备个卤料，切点姜葱，香叶、香茅头炒过，撒点儿桂皮、白干、山奈、罗汉果，干海椒一把。现在麻烦的只需要放个5香卤料包。阿刚点火。要点开干。凉水放上牛腱子，下入葱姜、料酒，撒开后出水。先拿出来清水洗干净。大家盖下刀哈，不然我估计煮不透，中间破开就好。就弄我就好了。重新加水，牛肉回锅，下入香料、料酒、生抽、蚝油、老抽、陈醋、鸡精、冰糖、盐巴、甜面酱、黄豆酱，撒开后转小火煮2个小时左右。2个小时到了哈，有条件的再焖它1个小时。把腱子捞出来放凉啊，放凉后改刀，再打个红油蘸水啊。粗海椒面、细海椒面、花椒面、十三香、白芝麻、烤钻、焦油、葱花、香醋、生抽、鸡精、香油少许，烤匀备用。放凉后开始改刀，改成薄片啊。再点这个香菜，再来份热汤的下酒菜就送给你们哈。就这个酱卤牛肉，我厚几点皮问你们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， 爱你们。来哟，我亲哦，要加点干。先尝这个原味嘛。我这个切的时候都没凉透哈，如果凉透的话，切出去就更好看啊。但是蘸这个红油的话，吃起味道又不一样了。尝嘛。嗯，我尝了。蘸了红油。我说蛋黄蓉的，你可以把直接扣了呀，我问一下。那我蘸点啥吃啊？这个牛肉带筋的地方啊，晶莹剔透的哈。哎呦，舒服。感觉非常的 Q 弹哈，特别是这个带筋的地方，所以还要整点莴笋来配一下，是吧？哎呀，你咬到筋了，咬到筋的时候肯定咬不动。多吃点面，看看要不？吃饭螺蛳粉再泡一下，这个味道就更入味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，如果喜欢我小富老弟兄们，我们，我们，我们来点，拜拜。